为庆祝香港钢琴协会成立19周年，与周永勤区议员办事处及平面设计师 Mr. Total Design 合作，位于高山剧场新翼展览厅举行得奖及入围作品的展览，同埋一个简单而隆重的颁奖礼，指出各位小朋友的优秀作品同埋有音乐表演。咁其實我哋咧過20年咧就做咗好多國家公開賽啦，全港青少年國家公開賽咧就有辦嘅。咁而家咧佢籌備緊，出年咧就會逐漸過香港同美國嘅鋼琴交流啦。咁其實過去咧喺日本啊、歐洲啊、全國好多地方咧，就喺度咧都邀請大家。咁我有個服裝，咁咧係啦，喺邊咧就喺白香萬鏗鋼。我哋喺7月20日啦開始，逢禮拜六同埋8月11日。連續4個禮拜咧，都會有一個幼稚園嘅組別啦、小學組別、中學組別、親子組別嘅話比賽，咁咧就喺度都邀請大家，除咗參加直播啦，都可以嚟我哋生命教育莊嗰度參加比賽啦。以愛音樂為主題，透過視覺聯繫音樂，令小朋友了解藝術的多元化，加深小朋友對音樂和藝術的了解，提升小朋友音樂和藝術的潛能。